而且有可能未免、再来个保牌。那我感觉右边真的要软辅了，对，真的要软辅了。是的，就左边这里拿布隆拿塔姆其实都可以，因为看到右边这个阵容的冲击力以后，其实进攻就一个想法，我就是补反手、我就是要保护露露。这感觉像右边想拿的，我觉得他联想带班有没有可能？有点那个意思，对吧？这本来应该是右边想拿的，我不想给你拿露露，所以我把露露拿了。娜美好像还可以哦，娜美啊，一起冲，然后给他 给个浪，给个浪，女明星，我感觉萨勒芬尼也有点偏反手会比较厉害，好团扎呢，他们这个下路是，那还可以，还可以吧，这个、主要是。萨勒芬尼的大可以穿队友，对对，这下大家都冲上去，萨勒芬尼有一个比较好的大招角度，而且这个确实对线是不虚露露的。那这样来看啊，其实我觉得上路这个朱妹不如酒桶，确实，你觉得呢？就是因为酒桶那个东西来得太干净利落了，它能够直接破掉你的阵。但朱妹啊、不过朱妹我觉得主动性可能会稍微强一点，相对于酒桶来说，前期差不多，差不多吗？酒桶对线应该是更好打、武器的。我说打这种小规模遭遇战的时候。你朱妹远处甩大是可以把团开起来的，酒桶的话可能比较容易被发现，配合招新的话确实是朱妹好一点。那倒是可以给一个被动，但自己玩的话是酒桶好一点。对吧，来吧，阵容已经确定了，两边还是挺明显的，一个进攻一个防守，但还是那个问题，这个鳄鱼这个选择选出来以后，最大的点是线上不厉害，你打岩雀、打架厉害，对，就是打架厉害，但你没有线权，这会给到卡纳韦前期很好的入侵角度。说实话，这个鳄鱼不如亚索，真不如亚索。但是鳄鱼在配合上，我最起码过去简单粗暴，稳定。对，但是皎月加亚索是 icon 老绝活，是当年 LNG 那套是他 老绝活了，真不如亚索哎。看看吧，因为 BLG 是直接亮的鳄鱼，是，所以他们一定是有准备才能拿这套阵容的。最近训练赛赢得多，赢得多有可能，而且这个阵容冲击力真的好强啊。看在 LDL 时期，这个皎月就是他老绝活，是，当然是 LDL， 是，道理是这样。来吧，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场，就感觉对线其实。BLG 我觉得也要稍微的稳住，至少不能有劣势，有劣势的冲击阵容其实往往冲上去被分割就死了，鳄鱼阵容前期劣势了感觉就玩不了，就没了。还有30秒到达战场，然后左边这个阵容发育起来拆前排快，是啊，这鳄鱼站不住的，还是要主打一个前中期的节奏，而且右边这里其实都是战士，它不是那种说真正意义上的前排你去能扛的。岩缺解把挺舒服的，是挺舒服，打团战很舒服哎。他只要撒石阵一扑，其实沿途不中对面也会有人吃的，以及都不是很想入侵，确实两边一级团阵容都太弱了，对，这边要稍微发育一下，但右边这个阵容是真的不能劣势啊，他们劣势以后其他三个兄弟都有点守不了线，就西维尔能去守一下。但这把对于皎月来说，往上刷最大的问题是可能会被赵信捅，因为中路没线权是吧？是，这个卡纳韦四组三到四组直接去做事的这个风格是已经延续了很久的风格。极端一点就是红 F 六加蛤蟆直接抓人或者入侵，要么就是四组以后看情况。按上线时间来看，应该是两边都明确了帮打野，对，都是从下往上刷。这把上中野的较量上确实还会挺精彩的，小规模遭遇战都会比较厉害。阿斌直接欢是抡上来硬换，因为有兵线的线优嘛。赵信这个已经不是三组的问题，他是两组直接来了。中路来到有没有机会，先逼你一波。这太京东了，把你逼走，把岩雀的线拿回来，然后去找你 F 六。想了一下，不太敢去。我觉得主要是毕竟只有两级啊。是，而且主要是这波没推掉线。是。就是过来给你点威慑。看这个动作是想上去抓上。而且他中路应该吸了两个兵的经验，小吸一下，小吸一下，小吸不是吸，对，小吸一下，打完蓝 buff 到三，然后再找机会。现在打野一定要吸金了，不吸很难玩。哦，下路是换血换的不错、啊，我烧对不了线的呀。这个 Rise 上来咋地没咋地，现在血已经下半了。
这个没有先权，应该是卡尔被强打了一套。赵信也没有选择蓝 buff 以后直接往上抓，虽然说蓝 buff 确实是到三了，他还是觉得第一波已经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在哪一块了，是的，所以贾克斯刚才也过去放眼，这个时候抓可能会浪费自己刷野的时间。下路西贝尔就像刚才 AJ 说的，这个塔刀一刀都没补到，塔刀全漏。赵信转过来，三郎吃完以后还想争河道线，来的稍微晚了一些，已经被吃掉了，他过来补个眼，再去中路看一眼吗？没被发现啊，这个爆炸果这个视野果实给了艾康，没踩到艾康这个位置，还是吃了 W 以后被交闪现了，这么晚上交易，这么稳不真跟闪？说实话啊，确实指压板上交易这件事，而且刚才跟闪感觉有机会啊，对，有机会的呀，因为岩雀这边还带了个虚弱呢，是跟闪应该是有机会杀掉的，但京东第一个目标总算完成了，让岩雀舒服的回家，是，所以鳄鱼前面的优势已经没了，是的，这个英雄离他超级兵越来越近。看吧，也许在小规模遭遇战上打起来会比较厉害，六级那波还是厉害，还是厉害的。对，前期还是猛的这英雄，而且先锋的那一波还是挺猛的。不过下路这个劣势很有可能会导致京东第一条小龙拿的，不会受到任何阻碍啊。下路这个缺口太大了，对，下路已经有点崩盘了，有一说是的。但西贝尔还好是在哪儿，只要等级起来就能发育就行，我只吃线就行了。一波线来了，三秒清完回头，打团在后面开个大。开个大呀，就追着看着哥哥们上啊！希尔这个版本吃完 buff 了，真的现在 rank 局里54的胜率，已经有点超模了，很猛，非常有点超模了，贼可怕！一条龙，然后龙刷了，下路的兵线是从来没有出来过，所以赵信直接来小龙了，对，直接来小龙拿就行了。就算野怪在上半区，我也直接来控小龙，是因为这下路这线权，哎呀，五分钟被点掉一层塔皮，还在猛猛的压制。而且主要你看京东下路的双人组的血量和蓝量就极其健康，补这个塔刀就好压力啊。是，来了，真野想碰撞。看这边再看，掩护牙膏拆下眼，看进来的位置，看的位置被发现了，抬起来，走位拉开，那这小龙得放了动了呀，扫一下，先把眼排掉。我这个下半区的压力给的好大，即使上路猪妹一直被压线，有点抗压，但上路打不起来就行了。关键武器这个东西，它不太像这个龙女什么的，它能直接来下帮一波。是，这东西还是得发育。哇，武器你要来下帮一波的话，他可能你就崩了。下路要是这个局面的话，感觉他不如带 TP。西贝尔。对啊，他可能也没想到对线压力会这么大。是啊，想找机会来了，撒石刃撒出来直接被晕。哇，这一波太难受了。二段 E 的时候被撒石刃给晕住了。这样的话龙也是看到位直接拿掉。主要是吧，刚才那一波把他闪现给逼出来了。如果说鳄鱼这波有闪现，闪跟闪，闪跟闪过去 W 给你定住，那还是很有机会击杀掉牙膏的。但好在是把你闪打出来，下一波还有再来一波的机会。是，但下一波要看看这个先锋怎么打了。就先锋现在主动权，我觉得是在京东手里，都是你其他人来不来，你下路去的话，我下路俄菲罗斯拆你塔都行。京东是有选择权的，对，有选择权的，对，我可以放先锋以后转下把你先锋拆掉。是，那对于 BRG 来说，现在如果先锋掉了，下路就是明年要穿的局面，对，下路塔就没什么选择权，一定要接。这里厄斐琉斯回家进两件装备，证明战斗力还是挺强的，多了个875啊。上去点了个浅浅的眼，直接回去继续打压制。年轻人是换了个 TP， 直接交回中路，出了个法穿鞋，跑快一点资源。是的，赵信也是到六了。下路哇，我看下路这个兵线就没过去过，对，打不了啊，下路有点。是的 ，Rice 确实头被欺负了，这个真的是实力差距。对，所以这个轮子吗？感觉真不如金克斯。只要手长一点，对啊，六倍对线还舒服一点。哎呦，所以我觉得这首露露抢的也好，这首露露抢的是真的，真的挺精髓的。是，这露露本来看起来像是 BRG 想拿的，是的，他希望你拿个布隆塔姆这种笨英雄，然后让我来打。
我至少下路对线舒服。对，而且软辅这种软辅打笨笨的，看看这波有点机会，减速给到了。但是上路两个没人留有能力的呀，硬打 Missy 吗？ Missy 这里甚至闪现都不用交啊，是的，完全没有留有能力这两个。对，是，而且他刚才没有闪双 E， 刚才双 E 的话应该是定住了。白交了个虚哦。是的，还暴露自己打野的位置，而且辅助这个时候往上路靠了呀。这个送两个 ADC 在这里，可能要出事的。红白刀直接起脸，比大了，大招，大招，幸亏叶宁掉。OK， 那上路也打了起来。鳄鱼这里这波被套了个虚的牙膏，直接被秒了。Missing 这里的闪现没有能够救下自己的队友，卡纳直接带走了艾特，没闪的呀，这就猛啊！艾特是猛戳，追着卡，直接 W 空也不要紧，平 A 直接戳死。一个 icon 一个 can， 两兄弟在这里双双殒命啊！好了，那鳄鱼这把已经是超级兵了。对，刚才虽然说是硬杀掉了牙膏，等一下。那边在打先锋，露露来上抓兵哥，这个位置有闪现，看一下要怎么操作。被流到甩一技能变羊，卷空死了，动不了。一技能最后一刻开了出来，一个平 A 直接带走。兵哥有点完美，是不是？没看地图，还是拖大了。他感觉在打先锋，是应该不会来。但是露露的支援啊，但主要是你中野都死了呀。是啊。看一下，感觉是没有人告诉他哎。虚弱一挂，第一套爆发都没有打出来。是，而且 ，icon， 认真讲，这个鳄鱼的熟练度可能控怒方面，他打完一套怒是满的。也就是说，他没有用红怒的技能，对，都是没怒技能。所以说，真不如亚索。icon 亚索还可以，亚索挺亚他，他要配皎月搞体系，他真不如亚索。是的。那这波打完，京东初期地图资源全拿呀。嗯，而且、这个、下一条龙你也争不了。这个下路已经明眼看着要炸了。是，这镜头一切回来 ，Rice 又没血了。我血条呢？消失了。回家。啊，好难受啊！主要是左边的下路一条命打右边三条命的下路，不止，真的没法玩。真不止一条命打三条命了。就一管血把你逼回家两三次，这个血已经打不了。这波很稳啊，这个肚子也不吃，主要是回家应该神话装有了。是的，而且回家补装备，打小龙47秒的小龙再加先锋，这波节奏是 BRG 看起来前期现在压力最大的一波。是，现在重点是赵信已经无敌了。嗯，厄弗罗斯也有点无敌了，10分钟这里狂风已经有了。主要这狂风出来以后，西维尔再对线就跑不掉了呀，跑不掉了，就可以把过伤害补上了。嗯。而且上路其实369这把初期我就在里面抗压，是的，然后找到机会配合队友一波击杀以后我就是优势了呀，不敢吃兵了呀，兵不敢吃了，他上去被猪妹打一套套有机会死的。是的，好，不走回来，那这个小龙理智一点说的话 BLG 应该是放了。那现在明显看起来京东这个攻击目标已经不止一个小龙了，配合下路放个先锋呀。是的，下路塔已经是看上了，这岩缺已经在路上。对，先打小龙。哇、哦、他好团队，他出了个什么东西，安行者之爪，这就是搏命了，这应该他的理解，搏命了，这是他这个初中团战会被秒杀。是，这波我想留直接撒个大招，大招顶三个啊！赵信大招放的有点慢了，而且赵信这边开始大招顶到前面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赶上被套个虚，直接被秒，直接白给，直接融化了。这卡纳维顶在前面打死两个人，血还是满的。而且这个虚弱很过分呀，牙膏就等着你来呢，直接虚弱挂脸。鳄鱼这波把自己的技能全交了，鳄鱼两波的 all in。哎，先看一下这波，直接加速上来的赵信，有闪现，一个闪一战，真的一点道理都不给。OK， 加我闪，下路塔直接掉，还能再撞一团二塔，我感觉。这真的撞了，因为你下路了，死的死，伤的伤，是这游戏已经花掉了，12分钟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右边是不可能要劣势的阵容，结果大崩盘。这确实个人实力上是有一些差距。英雄选择也挺奇怪的。对，你们说下路确实是被点了。这波萨勒芬尼被定住，其实这个时候一线开大招会好一点。他们只要走过去逼输，其实因为完全没眼。对，就走过去想提速。这鳄鱼两波 all in， 他只打了个 W。是的，两波 all in， 一波撞到了露露虚弱上，另一波是岩缺换出来的虚弱。是的，顺势换上，继续滚塔皮的优势。经典12分钟打双人线。那阿斌这把心态有点崩了呀。
有另外一个猪妹可以欺负你少数民族。关键猪妹现在猪妹的装备有点，就他确实一个人能打对面两个双人，是对面打不动他的。哎，脸贴上，往后拉，有猪皮，问题不大。猪皮这下不吃减速，对，还要踢上去吗？毕竟三个九在这里给你点压力。其他所有人都暴露在了京东视野下的时候，上路这个红白刀有点肆无忌惮了，持续给压力，是再通臂来一枪，下面还在打，看想过来，哎，大招直接甩到脸上了，那这样的话看有点小危险，招出自己的闪现，在猪边甩到，看没有打到这个果子，哎，兄弟们，鳄鱼完全不想理他，也没想帮忙打下果子，感觉打果子稍微有点机会啊，已经花掉了，现在下路。站着四个人，被三个人追着打，而且上路渡层只剩一层了。是的，这种就是上路最绝望的局面。说实话，刘云松过来配合贾克斯，这个二 v 二打不过，也没什么优势的，感觉打不过绅士。对，左边这里赵云是技能太全了，单方面的锤啊，现在这确实现在打谁也打不过了，直接打出悬赏了。其实这版本十四分钟爆悬赏还挺少见，对，真的很少见，很少十四分钟爆悬赏，直接打出了5000多的经济差距。前两天不是有吗？哎，你这个过去的事情啊，不过确实不常见，就是就不像以前那么好爆了。对，以前是领先两条龙，基本上你多个一两千块就要出了。是的，但是 BLG 还有一波完美团的机会。真的吗？特别完美，我感觉他们是在完美的伤害不够，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的先手能力还可以的，其实。但现在装备差距主要太大了呀。那是。十四分钟5000块，这个5000块是实打实的。但皎月没有很好吸到五个人，能等到大招落下来，赵信一个大会把他踢出去的。对啊，这是大招可能打不出伤害。是的，这很烦。所以这种完美团就要限于京东出现巨大巨大的失误。三个字，理论上。对，理论上。理论上。还是不明白他选鳄鱼的点在哪，他还补了个 CD 鞋，吹吹鳄，吹吹鳄，搏一搏，搏一搏，这劣势了，确实得搏一搏。反正他出可显也没机会，感觉。但他现在就是你秒谁也秒不掉呀，旁边有个露露，还有两个虚弱，但禁区被边疆一下一秒就没了。是这两个虚弱真的很关键，就因为牙膏带着的也是个虚弱嘛。就你根本进不来，你想右边这个阵容，皎月、贾克斯、鳄鱼，哪个都怕虚弱呀？是。上路想搏一搏，连圈到了呀！大招没有动住，甩中，拖逼一个闪现。哎呦，减速是真没办法走位。是，但是这里的话，由于两个人去上路抓贾克斯了，这波想接手这个先锋，好像不太敢。这个位置再往前走一步 ，Hope 下大，感觉 BRG 就出事了。是，只能撤出来。第二个先锋也拿下来，阿斌又没闪现了，自己的位置要小心一点。这我说实话，我想不太到翻盘的。哎，但这波小龙有没有机会抓一下？哎，没有，感觉中美没 TP 的呀。京东不太会给机会。京东现在应该是有，不是应该，他就是有能力四打五，而且武器也来不了。三打五其实也行。这么过分，一下上又是卡纳比，确实猛啊，有初期的节奏带动。下路缺口太大了，是，但这把缺我感觉还有一点就是 Hope 跟 Missing 这个压制已经直接二 v 二把下路点穿了，对，已经很少见了，这种直接放先锋把你中塔，这是要比赛场加速啊！16分钟，直接16分钟听牌龙加破你三个一塔，接近7000块，哇，这个石头滚得太快了。要么人家是强队的，那没毛病。往里一压，现在 BRG 看不太到翻盘的希望。现在就提波速打下一把吧。对。啊？哎，有没有机会 W 看一下草？哦，想抓下路的 Icon。Icon 这个位置感觉稍微有点难。很吹的鳄鱼。赵信 W 打到了，但是还回来就死了呀。没交闪，没这波，没办法。留个闪现打团战合理。但你这一波死可能下路高地要被摸两下的。Hope 上去摸封墙直接下塔，但兵线但没兵了啊。Rice 这个清兵线能力还是可以的，西维尔呀。但凡其实前期劣势不那么大，中期还是能拖一拖。是，
而且上路三六九和阿斌这个一v一打的，就三六九只需要稳住就行啊。这种不是上单最快乐的局吗？是啊，是吗？就打着打着赢了呀，就是助妹什么都不用干，就打着打着就可以。等兄弟们结果，这把既是上单最快乐的局，也上单最难过的局啊！只不过相对两边的上单来说，那不都是人的悲欢离合不尽相同？是的，那不是打排位最常出现的局面。对的，这波是觉得能走出去吧？嗯，就是再走一步就不会被弹。对，哎呦，还打断你 TP， 不让你走。兄弟们来了，牙膏过来。思兰想去拆个针眼换个钱吧。晕住两个，稳守点伤害吧。朱妹拿走，来点参与感，挺可怕的这把。就说实话，最近 LPL 这么大碾压的局，就真是各个点上就没有看到什么希望。嗯，就杀戮自己崩完，中野打架也没打过。对，然后杀戮的优势，京东直接露露跑上了。然后上路也稳得住，对，那露露跑上帮了一波以后，他就一直稳着去守自己的塔就行了。下路想硬换个黄塔，应该是能换掉，但是你这波硬换的话，上塔怎么办？你上路只有一个人呀。先躲避一下玲珑塔的尴尬。合理，合理啊，这个合理，合理，合理。上路视野一被压制，京东还是个厄斐琉斯加岩雀打大龙比较快的阵容。对，现在二十分钟一到 ，BRG 就要开始有压力了，而且只剩下中路一个二塔了。这个你再被查掉，你这个眼，你视野会压力非常大。嗯，你这边要是个萨勒芬尼，这个去做眼是真的很有可能有去无回的。后部这个吸血剑带露露，你这个盾量都看不懂。是的。一枪闪怪打架直接空到、这个大招放的有点略短了，赵信直接反手开始瞄准阿斌，没人打得动。但是卡纳维这个位置会不会死啊？有闪现交闪过墙，朱妹从下半部包了过来，暗爪上去差一点被抬到，这下要抬的话也没了，鳄鱼可能要直接被秒。是，但说实话这一波 BLG 开了一波很拼的团战，很随意的团战，但是他没有死人，还可以了。这种团打出来 BLG 是能接受的。对对对，这种劣势下打团不死人已经是还不错的结果了。是的，就我开了一波很一般的团战，他甚至还多打了一个赵信的闪现。主要他们已经没事做了，还可以了。主要 BLG 真没事做了。确实，现在野区资源全被掠夺，外这个线也不敢推出去，尝试了一波，由下波龙魂出来提波速。你这个人满脑子想的提速。因为宝石好心态打第二把嘛，确实 是吧？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对的。哎，这一波好难受啊，完全摸不动这个猪妹，这猪就卡在这里啊。他也不怕你，他真不怕。右边确实没什么伤害秒他。是的，看着我说照了一下，后面还有个露露，这就是京东的中野节奏啊，哎、直接撞进来。被留住了，感觉走不掉了呀！被变羊交不出闪现，起身交闪还吃了一个治疗，还行，这一波至少不死人就还行。是的，但这波闪现没了，哎，不过这个小龙也没什么好挣的，也不好开团呢，下一波。是的，鳄鱼这个感觉是想找个人单杀一下呀，但来找他是一只猪啊，他要被猪妹秒杀，他这个装备。而且他能单杀谁呢？感觉来我说实话，你一v一过来，他现在能单杀的人还真的不 不多。但他很有想法，他这个位置是想搏一搏的，是绕进来了，这一下会给一个误判的，因为朱妹是刚从这个路线上走过去，再踢过来，很聪明，再找。不过京东这里只要五个人站到一起的话，其实还是很难给到鳄鱼机会的。这个鳄鱼绕后确实现在阶段没什么太大说法。京东已经感觉到了，疯狂在找。这正面直接开就行了呀，这个鱼还不在，但京东也很稳。想在这里继续拉扯一下，把龙拉出来先打。Icon 这里哇，后面有眼点起来了呀。Icon 能去哪里呢？再往前走一步就要被发现了。被发现，开大叠路。Icon 的位置已经暴露了，牙膏过来单防。正面的龙三千血量，三六九先顶进去，完全不掉血。赵信靠着自己的吸血护卫，正面已经打掉了皎月。再拖后部这个位置被找到，能被切死吗？能杀到一个还不错。Icon 进去以后找到 AD， 牙膏被留在了原地。但是赵信处理完正面以后，再回到正面战场，阿斌这个位置血量下的非常多，身上被挂点燃，一技能一转，再被变牙。汇合，京东应该是要拿下了。说实话 ，BRG 这波团尽力了，他们 all in 了一波 ADC， 尽力了，真的尽力了。三杀到手 ，X 二换五的团战打得还可以，其实已经真的尽力了。这种劣势下打出这种团战已经尽力了。
牙膏第一波沿途也没突到艾康，艾康这里是等了一手，这波等很漂亮。其实不用管这个，因为打正面都很简单的。是，这张信跟朱妹把后面倒烂了，两个人冲进去，所有人都在跑。AD 先撞，好哟。但这波赵信和雪这一口还是成功吸回来了。是，而且朱妹一来你就没办法解决朱妹了呀。是，想继续去追，最后硬换掉一个。硬拼。哎，朱妹这波三杀以后回家直接三件套在手。他这个朱妹已经没人打得动了。他这个狂徒看着 BRG 只打突突。是的。希尔感觉现在 ATA 都是两位数的，差不多，打不动的。希尔这个装备，而朱妹现在接近四千的血量，应该是边 A 边回血，朱妹在，有水龙魂，对，直接下来打龙，看一下 BD 过来有没有机会抢一下 ，BTP 很聪明，三千的血，京东大优势可能想搏一搏惩戒了，那给到了一定的机会，抢到了。但是自己也瞬间融掉以后，其他人快撤！这时候 BRG 所有人的想法只有一个，是的，我们不要恋战。但是这里被 Missing 留住了，留住没闪。艾康这里，哎，看了分这个大招不错，成功阻断了京东的追击，还想追吗？哎，这波京东有点不应该啊，这么大优势还拼城。是的，鳄鱼一路南下呀，可能会被留住的。哎，有加强 TP， 有加强回城，正好卡住。这个位置一想过这红 buff 墙还是有点说道的。是，但说实话，这一波。BLG 大赚，大赚，另外一个说法，一个人呀、啊，另外一个说法，他们也亏了，就是要被多折磨五分钟，延长了。哎，被留住，一打一单挑 ，W 挂上 ，Icon 再连上来，征服者一出要搏命，但不行，太脆了，吹吹饿，确实有点脆。哎，没办法，毕竟水龙魂嘛，没有水龙魂的话应该打赢了，而且装备也落后吧，拉扯，上路直接给点燃了，朱妹在等技能 CD， 阿斌不想走、哎，这一顿拉扯，阿斌现在头有点麻。是，关键是人家还敢跳回去吗？教练，你看到了吗？我学会拉扯了，再留住，再甩 W 就拉扯，不跟你 all in。all in 的话，就先把你被动断了。哎，再给一个 W， 再 Q 一下，继续拉扯。哦，这一波拉扯的三六九已经会拉扯了，正面战场赵信已经捅上去了，而且这两个人过来想对三六九动手，下路应该西边也过了，西边也记了，还可 TP 回去，对 TP 过来正面，看一下正面怎么打。萨洛芬妮大招还差一点时间，正面五打四，哇，京东打的。很合理啊，就感觉特别稳健，真的太稳健了。除了大龙那波给了拼城的机会以外，是赵信再捅上去，只差一个门牙，继续拉扯。艾康在后面抢钱，赵信打的不错，先带到三个人。鳄鱼来了吗？伤害不够呀，鳄鱼第一时间没有进场，秒被上去，又后被秒杀，一换一。但是 Hope 的输出环境无解呀，挨个点名，交闪现的刘青松留下了一丝丝的血。但是京东可能要撤，但这波对京东可能要撤不了了。是的，只能说 BLG 打的。很有韧性，很有韧性，不想放弃。刚才再多死一个，我感觉他们可能就要上了。但现在来看，这场比赛想翻还是不太可能的。就现在这个阶段，除非能再来一条，还得是远古龙。是的啊，出不去，高地没了。是的。哎，小月开的不错，但后部这个输出环境找得很好啊。站在所有团队的后方，狂风再躲萨拉芬妮的大招，而且这一波 BRG 拉扯的也不错，对吧？你看阿斌也是拉扯了一波，萨拉芬妮最后都没死啊。我只能说，但凡劣势没这么大，是真的、啊。那条大龙完了以后，都可能有翻盘的机会。但现在的劣势不是一条大龙能够解决的。而且小月刚才那波还是开的不错的情况之下打成了这样，打了三个人。哎，刚刚拉波是亚索的话赢了呀。你今天就跟这个过不去了，不，这个鳄鱼没道理啊，选的。可能有自己的理解吧，而且暗爪鳄鱼，其实你想一想还挺猛。是，就优势了，确实厉害。对，优势的属于那种优势厉害，但你很容易被翻呢。刺客鳄鱼，对，就坐地秒人，但很容易被翻盘那种。是你上去可能直接被逮住就秒了。中线顶进来，猪妹再赶过来，现在唯一一座外塔。BRG 最后的桥头堡轻松被点掉，现在不敢上呀，能守住高地就不错了。但索性这个 BRG 的清兵线能力还行，有个西贝尔，是的，有个西贝尔清兵线能力还行，很能拖。所以刚才那波大龙真的是最起码
多拖了五分钟吧，差不多，还是得远古龙剑胜负。这无尽了三千套啊，西威尔还可以啊。是的，就西威尔装备不差。嗯。哎，这找到个机会。星光点燃。但是赵信一开大招，露露再给大往这一顶，赵信像个战神一样，撒石阵一扑，所有人、哎、找到机会了，三个人。激活秒掉了后破，但是没有后续三换一啊！这波真的就是硬三换一啊！是，猪妹已经找到了 Rice 在那里玩铁铁 ，Rice 哎呦，真的打不动啊！边打边回血，一下一百暴击，一下一百一百五，这猪妹完成了单杀。那我们要恭喜京东，在折磨了 BLG 接近三十分钟以后拿下胜利。嗯，确实啊，这场比赛，但 BLG 的韧性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是的，要注意就是你想拿这样的阵容，一定要保证自己在对线击中不能出事儿。嗯，这一把你看。下路出事儿，然后主要还是那波先锋也对下路缺口太大了，窟窿捅得太大了，补不回来了。很少见这种二打二接风的，嗯，对，还是一级就封了，确实一级就开始已经显现的有点对不了线了。但不得不说的就是教练在 BP 上抢露露这一手选择吧，首先加强了他们下路的对线能力，其次是削弱了对面的对线能力，被迫拿了个萨勒芬尼。